好，欢迎收看领航者，我是廖芳杰。过去两年多，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不但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起居，也造成了工商业的营运冲击。各国包括船期延误啦、缺柜啦、塞港这些情况都一直没有缓解。但是因为运输成本飞涨，全球供应链中断情况越来越严重的状况下，货柜需求也大增，所以航运也备受瞩目。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航运荣景是百年一遇，也造就了很多投资航海王。但是现在呢，疫情红利结束了，经济前景又笼罩着阴影，像这样的货柜航运的停裁是不是要跟着退流行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航运董事长刘文庆董事长跟我们分享他如何看待未来的趋势以及他的经营策略跟理念。欢迎刘董。谢谢，欢迎各位，我是台航刘文庆董事长。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新冠疫情真的改变了很多产业的结构，那全球都陷入一片动荡，只有航运逆势崛起。我们想请董事长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整个航运市场的影响还有它的变化。2021跟2022因为疫情的关系，很短的时间里面整个航运股大涨，整个获利大爆发，这应该是不是几十年一百年才碰到一次，关键因为 COVID-19， 在2020的上半年很严重，那加上中国的风控，因此缺柜、缺人也缺料，造成整个运价大幅的上涨，尤其货柜从亚洲到美东、美西，本来一个货柜2000块，涨到10000多，那散装呢也跟着上来哈，所以我认为，只要这个整个疫情慢慢的解封以后已经趋缓了，加上乌俄战争不要继续恶化的话，虽然目前已经回档，我认为下半年以后呢也是可以期待的。所谓的可以期待是说这个产业本身的发展可以期待，还是是投资人可以期待这个产业不会继续坏下去了，因为成本就在那个地方。对，你说一艘新的货柜船造价1亿美金的很多，我们散装造价8万多了，现在要4000多万美金，你的成本已经固定了，所以所得有限。那当然有一个原则，就是所谓的供给量不宜过大，散装船的船新量、货柜的船新量不宜供应过大，供应过大的话，那当然量缩会价会涨，量太大价会跌，就是进来的新船不能太多的概念。船舶供应太大的话会造成抢运，抢运就会低价抢运量，就造成所谓航运界自己互相残杀了。可是因为好像从去年开始，很多专家都说还是看好散装船的这个市场嘛，那会不会就因为看好，所以出现这个进来的船太多的状况？散装船的造新船，如果现在下订单，最快也要2026才有可能交，或者2025。所以短时间里面，因为散装船过去两年造的量不大。所以今年跟明年市场的投入量啊，是还是低于整个预期。只占全部市场现有船舶的7.4%，所以不至于造成供应过量的危机。所以刚刚董事长说的这个隐忧这个部分，应该是不会出现，不会马上出现，而且纵使有非常轻微啦。不过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当然还是说未来还是有一些状况，比方说。之前是疫情红利嘛，所以有一些意外之财。但是我看到日前有个航运界的活动上，就有人提到说，今年面临全球经济经贸下滑，还有运价走跌跟仓位增加3项重大的挑战。那可不可以请董事长就这3项跟我们分别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挑战？经贸下滑这我们知道吗？就稍微运量走跌哈，货柜当然大家都很清楚，散装也跌得很严重哦。我们知道今年的1月底，散装的 BDI 已经跌到650点，2021年的7、8月2500点。这意思是什么？就是 BDI 是一个计算散装船运价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跌到650点，从2000多跌到650点，代表运价也是腰斩以上了。哇！所以比较大的转向，那个 capsize。大型18万吨的专门承载铁矿砂的，2021年跟2022年的平均每天的运价可以到美金40000块左右，你知道1月底剩下多少？剩下5000块美金，所以落差很大，腰斩再腰斩，腰斩再腰斩，所以这个
乌俄战争影响很大，大陆风控也影响很大。我想这些因素希望能够排除，合理的运价应该上来。我刚刚讲的那个 capsize， 一天只收5000块，实际上成本是18000呢。也就是一艘船一天出门就赔，只要13000块美金。哦，那这样怎么撑得久？所以有一些船就是它运价全部浮动的就会亏的比较多，有一部分是锁定固定利润的，就还可以赚来弥补。所以我用一个简单的数据，就是说，2020年整个散装的运价比2019年平均低了40%。但是2021年的时候，整个运价的平均值是2019年的217%。两倍多，所以2021年你发现货柜跟散装所有的股票股价都在最高点，到了2021年的10月就开始回来了，对，也就是说所谓的未来期待就已经消失。那去年的2022年的年底，比2021年又跌了34%，当然也比以前高，不过已经低的姿势已经出现了，所以1月跌得更惨。哇，那目前2月也没有好转的现象。哇，那可是这个仓位增加又是什么样的挑战？仓位增加的话，以货柜来讲的话，因为这几年包括我们国内的三大货柜商赚翻了，现金太多，船啥在里买。那国外像那个 2M 就是马士基跟地中海，他们造的船都是上百艘的，这些船都是2023和今年以及明年的2024投入营运，供给过量，所以造成大家抢仓位，抢仓位的结果就是销价竞争，对，甚至有可能达到零运费，用附加费来维持生存。哇，那这个挑战要怎么去？这挑战很大哦。对啊，那要怎么改善这个状况呢？所以以目前来讲，货柜上大概要有一个因应哈，他们必须把本来今年要交的船延个半年。明年要交的船延到2025年，也就是说把供给量往后延，是避免突然瞬间投入市场的船舶太多，造成销价竞争。那这个概念应该是大家都会有了，行业界应该都了解这个规模了。这个市场规模是这个样子，大家都会滚动式的调整去配合它。是啊是啊，要不然的话大家自相残杀了。不过董事长刚刚就有提到说，这个货柜航运市场是百年才会一见的好。但是也不见得会永远好下去。那现在，因为就是供给的问题，货柜的好坏有两大因素，就是供过于求就会低嘛，还有船舶量太大也会低。刚刚我讲到船舶量，我把数据讲更清楚一点哈，在2023跟2024还有2025，总共新造的船舶，全世界10大航商就好，小航商不要讲哈，总共有845艘的船要投入营运。那如果用 tube 就是20尺的货柜，订的船有大有小嘛，所以总共是653万 tube， 也就是说一趟船如果载10000 tube 的话，要653万趟就对了。所以这么大量的船舶投入以后，当然销价竞争啊，供过于求啊，啊货又不足，运价哪有上涨的道理呢？不是这样听起来感觉，展望这几年航运的发展。是很辛苦吗？很辛苦，除非说战争马上结束，啊，通膨下降，大家消费力又回来，还有美国这个利率升到现在美金的定存，在有一些国家已经6-7%，台湾有些银行也吸收到5%了，所以如果利率不下降的话，消费力就弱嘛，消费力弱的话，货运量就下降，运价就上不来，可是你刚刚讲到像通膨的这个部分，因为这最近这段时间的消息说，包括日本啊、欧盟，它的经济发展的预期都比预期的好。那也有人觉得美国的这个升息应该已经到顶了，你怎么看？有人觉得这个坏消息好像已经就到这里了，不会有想象。美国的升息应该差不多了哈，是。纵使今年再升，我认为顶多1码。那我估计2024年。利率应该会慢慢的回跌，否则美国政府也受不了啊。是，他发行的新债是在最高的利息点啊，会拖垮国家的啦。所以明年这个美金利率会下降，其他利率会跟着下来。所以整体看起来就像刚刚讲的，航运是很辛苦，但是大环境也没有到最差的时候，所以看起来还可以慢慢的去适应这样子的挑战跟难度，对，难题这样。因为航运界不管哪一家航商，这2年真的都赚了不少钱，
所以万一今年明年亏点钱，他们是可以受得了的。嗯，而且亏钱受得了以外的话，他们很清楚，我用市场的调节方式，新船延后交船，旧船拿去卖了，因为能源政策改变嘛，是把旧船卖了，供给量就下降，运价就自然会上来。就适者就生存了的确，不过其实两年多来，刚刚讲到不少股民都想要抢着当航海王，但是刚刚也提了航运分为货柜跟散装，像台航就是散装货运的老大哥，那货运三雄大家熟悉的长荣、阳明、万海就是货柜，到底这两种有什么不同呢？一起来看我们的报道。船员穿戴整齐，井然有序地准备出行，维修检查设备是例行公事，确保船只能正常运作。画面一转，员工在休息室里还能健身运动、打乒乓球。这是台航委托日本建造的8万吨级散装货轮，造价超过3700万元。我想船是船上船员的生活的空间哈，那尤其是远洋船哈，他们的生活起居啊、工作都在这条船上面。那远洋船，我们像我们的船也都比较大哈，算是中型，但是体积也够大了哈，大概5万吨到8万吨。所以说有足够的空间啊，给船上生活。像我们船上有他们，当然他们住的房间呐，啊，娱乐的场所，像我们有这个乒乓球台啊、跑步机啊，船上也有厨房啊、卫浴设备啊，还有图书馆呐，啊，那有这个卡拉 OK 影音室啊。休闲室啊，除了卧室、卫浴间、厨房，还有休闲娱乐设施，配备相当齐全。但散装船与货柜三雄的作业形态却是天差地远。最主要不同的地方就是说，载的货物不同。像货柜船，它是货物都放在柜子里面，一个箱子一个箱子，他们很多都是成品的东西，像电脑啊、家具啊，啊，或是一些我们讲的食品啊、冷冻食品啊，啊。那这种东西呢，就是需要快速的运到这个啊，从那个装货港运到卸货港，运到这个客户的手中。所以一般货柜船来讲，它的船速是比较快，它跑快一点。那散装呢，载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装的就是一些矿砂、煤啊、肥料啊，还有一些黄豆啊、玉米啊、小麦啊这些大宗的货物，还载一些钢圈啊、钢管啊。或是一些贵重金属。全球海运以散货船最先问世，整体市场约95%靠散装航运输送，剩下的5%才是货柜轮。载的品项与航线是区分两者的最大关键。散装主要运载大宗物资，包括黄小玉以及金属、铁矿砂等，没有固定航线航班，哪里有货就往哪里跑。对接的货主只有一两位，国内经营散装船的业者除了台航，还有惠阳 KY、裕民等。而货柜航运则以成品为主，像是纺织品、鞋类各式零组件。除了定期航班，对应接货的买家数量也多。国内经营代表是俗称货柜三雄的长荣、阳明、万海。过去疫情大爆发，塞港塞柜事件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意外之财也引起全球关注。因为疫情的关系，做了很多的限制，所有的人的流工人的流动都受限制，所以变成货柜运输的时间呢，从货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国家港口到另外一个点，它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时间太长，所以因此啊，造成货柜运输啊，它供不应求。但疫情结束以后，它的供给跟需求啊，就回复到一个市场面，供需面。那在这种面的话，在它的运量、价钱的高高低低，那是一个市场的趋势。台湾是海岛国，靠出口贸易推动经济发展，海运业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运载的吨位数更是名列前茅。但疫情趋缓，加上经济前景笼罩阴影，航运需求增添变数。今年的供需究竟有哪些变化，仍有待市场观察。我们刚刚认识了货柜跟散装船的差异，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提这个乌俄冲突。对，乌俄冲突是一个很大的变数。那乌俄冲突呢，对散装船的影响特别的严重，是不是？我们知道乌克兰是谷物出口的大国家，对，
你看乌克兰的国旗是有一个金黄色，是那代表小麦嘛。乌俄一战争以后，很多小麦没办法出口。嗯，我们知道黄小玉是由散装来承载，还有煤炭、铁矿砂是由散装来运输，所以乌俄战争对散装真的影响非常的大。嗯，世界上有很多的谷物没有办法出口，是。所以记得前一阵有黑海的谷物出口事件嘛，嗯，就是因为受到了影响，所以散装呢明显的运价走跌，嗯，一部分的货物没办法输运送，嗯，那货柜各位就很清楚，大部分就是成品、半成品、衣服、鞋子啊、日用品、家电等等。所以散装是直接影响到工业用品跟民生物资，嗯，所以也因为这样子造成了这个通膨危机嘛。对啊，供应不足，是物价就上来。没错，那这个通膨危机，油也节节攀升，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船员。为什么？因为乌俄两国提供了全球超过10%的船员，所以现在董事长刚私下就讲，哇，现在真的人才大荒啊，找不到人。是那个像我们的散装船。清一色了，应该是90%哈，嗯，都是中国船员。哦，那台湾的其他散装也是一样。为了第一个，大陆是船员供给的大国家，因为我们为什么用它？语言会通，嗯，沟通容易。是。那10年前，相对待遇也是比较低，比较合理。但这个疫情一上来以后，他们跟着要求提高待遇，提高到1年增加30%。嗯，这2年很多船员的待遇是以前的1.6倍。而且我刚刚听到很惊人的是，这个船长1个月10000块美金啊，10000块美金，对啊，而且在船上又没有开销，没有开销，他们赚的都弄砍砍，所以他们说有些人从一般船员到大副的，或者就当轮机长到船长，哎，2年到3年回他们的家乡，一旦 keep it 清楚，哇，但是待遇好吗？即便待遇这么好的状况，现在还是缺人，缺人，因为大陆的年轻人也改变了。在大海当中，茫茫大海，一出海就是6个月、8个月，虽然有停靠，总是回不了家。嗯，所以对这种苦闷的工作，嗯，有些大陆年轻人也慢慢不喜欢了。嗯，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要慢慢掺杂部分的越南，或者菲律宾，或者缅甸的船员。嗯，但是语言上比较有沟通困难。那我们又担心跟中国船员混在一起。会不会有一些摩擦跟冲突？嗯嗯，所以因为中越的关系一直都蛮紧张，所以航运公司对船员真是很头痛的一块。那我们这2年都给他们叫疫情补贴，也就是期待说疫情趋缓以后能够回来合理的待遇跟价位。嗯，所以这个是解决缺工的一个方法。是。那对于物料、原物料涨价的这些问题，又有什么解决方针吗？原物料第一个就是供应问题嘛，哈。那当然，乌克兰谷物没有办法供应。还有一部分的煤炭、铁矿砂等等。那2020年的时候，又因为这个 COVID-19 的关系，澳洲关系跟中国很紧张嘛，有一段时间煤炭到了港口不能让你卸货，所以那时候运价就上涨，煤炭也跟着上涨。哦，所以能源跟战争有关系，跟大国家像中国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现在的期待还是这个乌俄战争可以赶快结束，不结束的话，这个难题好像永远无解，是啊，对不对？不过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很多人就很悲观看待2023年的发展了。那尤其是航运产业，刚刚提到哇，每一个都息息相关，跟其他产业相比，感受特别的深刻。所以董事长怎么看？你对于今年景气是怎么看？它是乐观还是悲观？尤其在航运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今年的景气其实，我认为是中性嘛，你说乐观，我认为没有那么快，除非真的乌俄战争提早赶快结束，对，好，那通膨赶快下来才有可能嘛。那航运界的话，以目前这个状况，要好起来是有点难度，我们希望能够持平，慢慢的上升，当然要到2021、2022那个所谓航海王时代，是100年一次，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碰到了。那还好台湾。我们的高科技是啊，相关的行业可以带动支撑整个出口，那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我还是抱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嗯，但我们没有办法再遇到100年一遇的这个荣景，会不会遇到很严重的低迷呢？低迷是我刚刚提到说要好很快很困难，但是到底低迷的话，这受制于太多因素了。刚刚乌俄战争，还有能源政策，你知道这个乌俄战争一打，欧洲能源很缺。LNG 大涨，LNG 天然气大涨。那另外的话，像美国，因为2021政府
乱发钱，大家买了太多东西了，现在库存满仓库，所以消费力下降。那消费力要再重新提升的话，第一个就利率要下来，利率要下来的话，赶快恢复低利率，民众的消费能力才能够再回升。嗯，所以这其实全部都是环环相扣。那站在业者的这个角度，我又怎么样可以靠自己走出这个困境，或者是转型吗？嗯，我们航运界要转型难度比较大，是因为就是固定船舶运输嘛。那像阳明他就比较有能力，嗯，因为阳明他有好好物流，自己也有散装，对，自己也有仓库，可以多元化的物流冷链运输来进行。那有一部分的航运公司单纯就是一个行业性质的话，要突破这个困境很困难。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船舶的经营效率，能耗下降，还有汰旧换新，让坏老的船舶退伍，新的船舶投入营运，成本下降，你才能够赶得上来。不过其实刚刚讲到这个阳明物流的部分，我记得之前因为您本身也阳明的董事嘛，是是，所以其实就是您提出说他应该要发展物流的。对对，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就看到可以这样子发展？因为我认为货柜跟散装都是重资本支出，一艘这种货这种散装的，哦，这一艘是64000，一艘是82000的，嗯，以目前来造价都在接近4000万美金，嗯。那货柜如果比较热门，现在的15000或者14000 T 的，都要1.7亿美金，这叫重资本支出。那怎么办？重资本支出只有靠好运价，你才可以赚钱嘛，因为每天的 cost 是固定的。那阳明有这个条件，可以做啊同性质的跨行业经营，跟海运有关的物流、码头、仓储、冷链等等。那你有些散装公司就没有办法，我就只有船。那我们台海当比较特殊，我们还有其他的代营代操作，所以我认为航运界的话，一定要适当的做转型。如果全部投资在大资本支出造船的话，碰到高利率、运价低的时候，那会亏得很惨。所以其实就是多方位的都要去经营。对。但是这样子感觉刚刚提到都是一些有能力和有这样子的环境可以去发展，那对小的航运公司又小航商没有办法，他没有这些条件嘛。就真的只能看天看环境吃饭，就是控制自己的成本，如何让好的船投入营运，在租出去的时候能够找到好的租家，让你的价格合理，那也不要过度的集中在单一个租家，避免风险发生。那租出去的船舶的价格不要用固定式的，一部分固定，一部分浮动，一部分全浮动，风险才会下降。如果全部固定，万一很好的时候你吃不到甜头，全部固定，万一很坏的时候，你可能很惨。对，不过我们刚刚站的是产业面，如果站在投资人的立场，我已经不会遇到百年一遇的这个航海王的机会。对于航运的投资，消费者现在可以带着什么样的期待？我知道很多在股市上投资的朋友哈，是有些人在2021赚到钱，是，但是2022都没赚到钱，很惨。所以本来市场就会变化，那股票就会涨跌嘛哈。是，那我认为，这个要碰到这种大熔井应该不太容易了。那现在可以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就很难说了。有人，我就看网络上有人问说，哎，那台航的股票可不可以买啊？然后什么什么，我那包括可能买了万海，买了阳明的，现在怎么看待他们？可能放在股票市场里面的股票，或者是未来这一两年看待这个市场，加码投资，还是说我要小心？当然这个股票市场起伏不定啊，变化太快，我认为投资人还是自己要审慎评估了啊。那当然股票市场大部分的投资人都错误在追高，是啊，杀低，所以我认为股票市场本来有些人要把它视为长期来参与配股配息，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啦。懂。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年全球各国都在朝近零碳排的目标前进，而海运业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大概2%到3%。
在营运策略上，各个业者就面临了轮船要降速，然后旧船要加速退役，还有调整航线的挑战。那因为环保意识抬头了，包括了客户啊，国际海运监理机构欧盟都有一些新的规定，所以航运减碳势在必行。我们要请教刘董哦，你认为这样子新的规定对海运业会有哪些好的或不好的影响？海运界一定要迎合世界节能减碳的潮流哈，我们船舶使用的几乎80%就是所谓石化燃料，就是用石油类的哈。那当然这几年慢慢的有能源转型研发的，由于一部分用 LNG， 哈，未来也可能用甲烷，这一定会改变。那所谓 LNG 当然因为很贵，而 LNG。取得不容易，也不是每一个码头都可以让你灌气啊，所以 LNG 的船舶会来有一部分的成长。那我认为到最后可能会有更先进的，比如说阿摩尼亚，还有甲烷，甚至以后氢气来取代，因为排碳要下降的话，一定要把石油的燃料用掉。那我们台湾怎么因应？就我2016就任以后，对老旧船舶，所谓老旧，我定一个标准。16岁以上，准备来把它淘汰换新的，所以要汰旧换新。我2016接任时候的船都是14到16岁，对，14岁的很多。所以我这4年，淘汰了10几艘的旧船，那订了8艘的新船，都订在低价位。那在去年跟前年都投入营运，所以相对我们每天的成本比别人低。而这8艘新船都是所谓那个 NOx Tier 3的。第三代节能船，它的效益会比较高，也符合世界 IMO 组织的规定。哇！但是最近大家很期待是8月份有一个第二代的节能船就要交船，就要试营运了。对，这是澎湖轮。是，可以董事长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介绍一下，我们就是，我们台航有一个国家任务，就是马公跟高雄之间的交通。现在有台华轮在航行，但这个船真的讲30几岁了，那的能耗啦、外观啦、设备都赶不上了。那政府有决心，已经确定今年的8月底，新澎湖轮，我们简称为澎湖轮，可以投入营运。啊，这个澎湖轮内装有美学设计，椅子也很漂亮，有现代化的通信，还有娱乐室。甚至于有卖饮料，就有一点像短程的游艇游轮的感觉。哇！在日本造船厂，我们8月要首航，就马公跟高雄之间提供舒适、干净又有休闲的一个服务性质。希望能够带动营运，也能够跟澎湖的乡亲提高更多的旅游服务。而且好像头等舱，然后VIP 室，然后卧铺也很高级。对，有头等舱，有商务舱，有一般舱。这个船是客货两用哦，下面可以装载40部左右的小客车，装载很多民生物资的家具啊、电视啊、冰箱都装在下面，还可以有大货车跟大客车。哇！所以是一个所谓客货两用，专门为马公跟高雄之间量身打造的特殊船舶，是节能的，是新的，是漂亮的。哇，好期待！欢迎各位乡亲有机会来参加首航。首航一段时间会抢票了，那以后都定期班次嘛。我们每年有300航次来回啊。哇！但是呢，也很好奇的是说，刚刚提到台航的这些船，然后这些高级都是跟日本合作做的。对。那跟日本合作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哪些特别印象深刻的趣事可以跟我们聊聊？台湾大部分的船公司哈。散装的应该60%以上都是日本造，那我们台航100%，那我们这个澎湖轮也是在日本造，所以日本船舶的性能，以后的维修都让人家放心。那有一天16岁你要卖了，它的二手船的价格也优于其他船厂，这是它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刚刚已经提到，这两个也都是日本这边特别定制的模型。可以董事长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如果现场看到它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这个是82000的，这是64000的，都是在日本长崎大岛造船哈。这个是就有这个吊杆的，那装载不同的东西，有些要靠吊杆，像这个就没有吊杆，在码头旁边用输送的。比如说你这艘船
到南美洲去装载谷物的话，就用输送机送进来。在海边，这样是最快速、最安全的。所以用途不太一样。而且我们从这个模型就看到，刚刚董事长一来就说啊，日本人做代际系在一起就丁金，就丁金因为这个完全是等比例的。这从日本一模一样做过来的呢。特别做是特别做的嘿，当纪念这样子。而且他每造一个船型，他用一个一米大的实体模型哦，送你一艘，那个一米大的实体模型，就那荧幕上可以看得到。那个的话要$10,000，他照样照做。照给你啊！哇，就日本的敬业跟执着哈，应该这么说。所以在他跟他们互动交涉的过程中，印象深刻的有什么事？对对对，你说交船这方面是？对，交船的时候，日本人把交船视为比造船更重要的事情，因为已经造好了，要交给船东去赚钱去营运，所以他们重视这个仪式。通常前一天晚上会用丰盛的这个晚宴来接待船东，我们叫做前夜祭。那个晚上呢会有表演，就弄一些就装模作怪的啦，还有日本那个歌舞伎的表演。对船东的重视，那我们就尽量化妆啊。有一次谢长廷大使也去参加了，他非常愉快享受那个过程。那隔天上午真的要交船的，就是我们台湾人有这个模式，这个习俗，做摩阿吉送给左邻右舍吃，就代表一种吉祥。所以有堆摩吉那个仪式，这是日本人一直传统留下来，台湾也有，只是我们把它简化。他认为船舶的交船就像一个孩子的诞生一样，所以命名人通常是找女性，哦对，啊嘴卡后面哎，有地位的，代表这个船出去以后会斑斑满载，啊斑斑安全。那这个仪式是一定要在现场才看得到？都在现场看得到，但都在港边。会有一些我们知道有火车迷嘛，那应该也有一些货柜迷，他到现场去追这个仪式去看吗？我这个船长通常不会让你参加，好可惜哦。就在船厂的岸边，命名揭牌，就是敲下那个所谓的自由的彩球，是跟鸽子以后，就让这个船呢、出航了。隔个一两个小时的黄道吉时就走了。所以不会让外来的人太多，让船东参加。还有在地方的士绅，只能远远的看一下这样。对对，好，这是很有趣的仪式。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刚有提到呢，有第三代节能船，然后还有新的这个澎湖轮。那接下来这个台航还有没有一些新的计划跟布局呢？我们台航除了这些业务以外，跟其他散装不一样，我们帮台湾中油经营环岛邮轮、成品油的运输，这是赚取劳务费用了哈。这不受景气影响，也就是散装好坏不影响到这个业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帮中油做 LNG 船的拖带。什么叫 LNG 船的拖带呢？ LNG 船都很大，来到台中港怎么办？不能开进来啊，开进来那个海浪太大了，所以它必须静置状况之下，由我们的 VSP 拖船把它慢慢拉进来，这叫做 LNG 船的拖带。我们已经经营13年了。哇，那未来观塘工业区大家很耳熟能详，叫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简称三接。那时候不是有一个藻礁事件吗？是。这个未来的 LNG 拖带也是我们台湾台航得标，因为我们是有经验，国家可以信赖，所以台湾中油把这个 LNG 拖带交给我们，从未来观塘港把它拉进来，大潭发电厂要使用，这叫拖带业务，这是我们的专长。很简单，就是固定的劳务收入，就像计程车出租一样了，不受到景气的影响。是。不过现在听董事长这个讲航运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不知道，刘董以前是台中市议会第11届、12届的议员，然后当过立法委员。那怎么从政界转到这个航运界，然后还可以接了台航之后就让他没有再亏过？你的经营理念是什么呢？我想说，有些人认为说什么叫专业啊？练化工的只能在化工厂，练商的只能做生意，这不叫专业。其实专业有很多。有些人懂得领导统一，懂得做决策，这就是专业。是。那我虽然当过民意代表，但是这几年在政府部门服务的话，因为个人对一些经营的理念的想法，
能够适时的发挥，所以让台航在2016年唯一亏钱，未来这后来这五年都赚得不错，而且2021跟2022是我们这十年获利的最高点。嗯，我认为要几个原则要坚持了哈。第一个就是说，你碰到重大问题，你的决策要很明确。就像我造船，嗯，太旧换新，船价低就买，船价高不要去追。那碰到问题，你的决策要明白吧。第二个，万一公司内部有重大问题的时候怎么办？一定要把主管找来，广纳主管的意见，做成决策以后，他们才可以允许的去处理。那第三个，员工福利不能少，嗯，对港爱较好的啦，董事长不搞啦，一群员工会帮你做好事情，你董事长就轻松。如果董事长什么事都管，代表你的经营管理领导董事是出问题。嗯，那第四个，员工你要让他任劳任怨，要干嘛？对他好的啊，福利不能少，是奖金不能少，是那要适当的奖励啦。嗯，所以我们公司每年都有旅游补助，哦，还有服装补助。服装补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以前工作的关系哈，必须有固定的穿着，后来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制服的习惯了，但这个福利还是给他们啦，让他们自己去买哈。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领导同意必须重视的四大问题，而且也还有调薪。我们调薪这两年加起来调了大概8%多一点哈，有人有高有低，平均有8%。哇！因为我认为员工就是公司最大的资产，的确，这个资产要好好利用。嗯，你董事长5天8天不在国内，这个公司一定要运作正常啊。制度之外就是员工的向心力，向心力来自于待遇跟领导同意嘛，所以我都认为待遇一定要适当的回馈。嗯，不过我觉得我看过一个报道很有趣，是说，因为在这个台航这些年，然后也有人问说，那还会不会想要回去从政？然后你就说绝对不要了。我认为很多优秀的民意代表都比我年轻很多。嗯，这个辛苦的工作，这个有成就工作，让他们去忙。我已经曾经忙过就好了。是，那现在对台航，尤其是在员工的这个部分福利，还有没有什么想过可以再增加、再调整？我们讲个开玩笑了，是以前我们员工生产生小孩。是6000块的生意补助，就是类似小红包了。是，我来要不要调整3万？6000跟3万是5倍呢。对，所以我们就欢迎员工哈多多生产，因为少子化。那除了少子化的关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员工可以继续期待的？我们就是很多保险都比别的公司优厚了哈，像这次疫情期间，任何人碰到疫情隔离家，我们全薪都给。那疫情期间便当中午公司提供。大家不要出去嘛。是。那我们还每年有国内旅游补助15000，那我们也可能规划未来适当时间让员工出国旅游一趟，分批出国。那船员不可能嘛，船员在海上是外籍船员嘛。对，哇，员工可以每年有出国旅游。每年倒没有办法，就是一段时间安排一次。哇，这很令人期待。对啊对啊，我们去过一次了。哇。2019年刚好赶上疫情之前，去了大阪跟京都，员工都很开心。哇，其实这样真的是会增加员工的向心力的。对，因为之前也马云也讲过嘛，其实会离开一家公司，要不然就是心不舒服，要不然就是钱不够。所以真的董事长就是把这个部分做得非常的彻底。对呀，对呀。不过呢，说除了台航强化员工福利啊，海运业也在获利大爆发之下，很多公司也大手笔发了高额奖金，所以上班族都很羡慕。那到底航海王的年终有多可观呢？一起来看我们的报道。台北港码头停靠着载满货柜的轮船，疫情带动海运业发展，让不少公司营收屡创新高，也让越来越多人向往成为航海王。其实跑船这个工作是个很浪漫的工作，我们可以天天看星星、看海，然后又可以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但是相对的，我们必须要离家很远，当家里有事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第一时间赶到。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蛮需要体力的这个工作，因为这船上我们就是除了平常工作以外，我们的进出港是要额外加班的。那进出港的时间又是依照码头货物的作业进度，但是它的时间是不固定的，所以我们很常就是要一大半夜就要进港。为了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加上航运高薪诱因。钟立谦在长荣海运任职超过2年时间，但海上生活必须长期离家，还得因应码头作业时间。
半夜加班是常态，想当航海王恐怕没那么轻松。而疫情打乱供应链，供需失衡下，反而创造海运业荣景。货柜三雄去年营收表现亮眼，长荣高达6200亿元，阳明则超过3700亿，万海有2588亿元，营运动能纷纷创下历史新高。毕竟受惠呢，过去两年这个运费的一个这个调整哦，带动整个海运业的这个获利持续成长，所以在这个增产的一个部分，除了职缺有增加之外，也吸引蛮多人这个加入来应征相关的一个工作。不过不要忘了，这个像海勤的一些相关工作，其实需要一些这种国家证照考试通过才有办法这个执行业务。另外在陆勤工作部分，其实也有高达这样45000-46000这样的一个这个刚入行的一个起薪哦，不过可能也需要一些像财务的这个能力哦，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个比较高的一个学历的一个背景。海运业起薪诱人，年终奖金更是羡煞上班族。长荣2022年有人最高领到52个月，改写前一年40个月的水准。阳明海运年终从2021年平均10个月拉高到12个月。还有考核奖金与分红，加总起来上看45个月，万海平均9个月。另外税前获利的0.6%也将当作员工分红，整体与2021年平均10个月的年终相比，差距不大。散装船获利王惠阳 KY 年终奖金上看15个月，优于前一年。台航与2021年一样维持8个月。海运业备受瞩目，不止职缺变成人气指标，更带动相关科系的报名人数。那目前来讲，就是航商需要的这些员额是非常多，不管是风力发电厂商或者是航商，都有这样大量的需求。那整个出入待遇也都非常好，所以不管是在陆勤或海勤的部分，那在我们整个学院来讲，出入是非常非常的明亮。因为这两年来，货柜航商，特别大型货柜航商给的奖金非常的一个丰厚，所以在学生来讲，他看起来是对于大型货柜航商的一个报名啦，或者是想要从事这个方面工作的意愿非常非常的强烈。以海洋大学为例，2011年度航运管理学系招生数47名，却有超过500人报名，录取率仅8.79%。而系上课程包罗万象，除了财务、经济、统计学等领域，还需要了解行业经营管理、租用船契约等基础知识，外语能力更是不可少。因为我们航运是一个国际性的行业，台湾是海岛国家，所以跟外国企业、外国人士的沟通变得很重要，所以外国语言特别是英语的一个能力，这是我们特别重视的。海洋相关人才培育多元发展，透过专业训练、产官学界共同合作，让蓬勃兴起的蓝色与绿色经济能够持续发光发热。好，要能够把公司经营到好，2016年只亏一次，到现在就都是赚钱，那压力真的是很大。面对这样排山倒海的工作，我们也很好奇，刘董是怎么样纾解你的工作压力？我想每一个人工作都会很忙，那也有一些应酬要跑哈，所以你必须有适当的娱乐，适当的假日乐趣，否则会生活很苦闷。那我通常会利用假日哈，因为我住台中嘛，会到大坑跟一些爬山的朋友。爬到山上，大家准备一些苹果啦，简单的食材，在那边泡茶聊天，啊，这变成一种乐趣，啊，几乎是定期性的，所以会有10-20个特别的山友经常山上聚会。那当然假日就打个小吉他班，啊，联络感情，这是纾压的方法哈。那如果有更充裕的时间，南投的溪头很近，到溪头去走一趟哈，再下来3个小时，虽然有一点累。但是那个空气，那个环境让你很舒服。那在南投消费一下，好朋友吃个哈简单的台菜，高丽菜，然后那个空吧哈，加个鱼就很愉快。这样接着说日子很 easy， 而且呢也达到了运动的目的，这样对自己的压力可以适当的解除。多久可以一次啊？因为还这么忙的状况下，通常假日哈，除非特别忙，我尽量安排礼拜天到大坑。那溪头不可能这么频繁，对，大概1个月一次或者2个月一次，这也是一种
走路啊，运动啊，那跟朋友聊天，对自己的精神压力有可以适当的疏解。哦，而且刚刚董事长一走进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哇，董事长身材保持得好好哦，就只有一个礼拜这样一次爬山就可以保持这么好。有时候晚上有空的时候，也会到附近的公园绕个几圈哈，走个七八千步，这对自己的消耗一些体力的话，也觉得压力上会舒缓。那最主要的话，筋骨动一动的话，就会觉得身心上比较愉快了。哦，那除了在国内，有没有一些因为现在疫后嘛，全球都有报复性的旅游，董事长自己会出国去旅游吗？我们除了商务会到日本比较频繁以外，我偶尔会出国一次了哈。像说未来规划说去日本走一走，已经三年了嘛哈。对，日本是一个我们喜欢的地方，第一个交通啊、卫生啊、饮食都符合，而且物价现在算一算。并不贵了，并不贵了哈，感觉已经是在台湾消费的价值。现在日币是一块美金等于130几块嘛，是。我觉得去日本是一个近，又没有时差，是我喜欢去长距离旅游的好地方。哦，他有没有考虑有去什么其他，比方欧洲或是比较远，有一些。未来有充裕的时间，欧洲也可以去跑一趟了。那当然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是。那欧洲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那时间要充裕。到比较先进的一些大国家去走一走，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嗯，那我也很好奇，因为董事长，我们刚刚讲到，董事长其实是跨界，但是应该说对一些原则上面的使用啊，所以让您在经营企业上面很得心应手。那年轻人如果现在要进入航运界的话，您觉得他们可以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态，然后要锻炼什么样的心智？我觉得年轻人要航运界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事实上，台湾的航运。前十大货柜商我们占了3家，那整个散装的总吨位加起来我们全世界也是排第6名哦，所以台湾的航运是非常的发达而且非常的强，所以我认为年轻人来投入航运基本上待遇并不比他的行业差，万一在十年再碰到一次小的大波澜的话，又不少的薪水可以收入跟奖金呢。是，可是会有要做什么心理准备吗？其实航运也没有说很特别啦，你进来学都很容易啊，除了你属于那个船舶维修的啦，否则其他的你说企业管理啦，或者工程管理，在航运界都用得到啊，业务啊，美国线业务啦，日本线业务啊，都可以做。所以航运界其实可以广纳各界的人才，除了航运管理、船舶建造以外，其他各行业的进来都可以适应。好，非常谢谢刘文清董事长今天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航运的前景。谢谢您收看今天的领航者，我是廖芳杰，我们再会。